浮墨法也可称为浮水印法。这个方法的道理是利用水和墨的混合搅拌后，让水纹产生偶然的效果，然后达到一个特殊的趣味。袁金塔教授将使用三种颜料来示范浮墨法。首先将脸盆放入这适当的水量，将墨汁倒入水中搅拌一下，可搅拌出您想要的纹路。再来快速地把宣纸平放在水上压一下，使纹路可以吸在宣纸上，吸一下就可以把宣纸拿起来放在一张白纸上晾干，这时您就可以发现宣纸已将水中的纹路呈现出来。其实借由墨的浓淡、纸材的不同、水的流动感，做出来的作品感觉都不一样。第一次我们用的比较中等的颜色，所以棕色的。那第二次我们加了墨，所以比较重。那后来我们就没有加印第三张，所以它这个在纹路上、在墨的一个层次上、在水的流动感上，还有那种偶然性的感觉上，没有一张会一样啊。那你可以做很大，也可以做很少。那这边我们还可以加色彩，你除了做墨以外，还可以再加色彩，那就有很多可能性。我们来做一下的。可以用混色的方式再做一下哈。现在我们利用亚克力颜料，这次利用色彩配上少许的墨，墨与彩交乳所产生的意外效果也很有趣。做法也一样，首先将您要的色彩放入纸杯中，加水稀释一下，将调好的颜色一一的倒入水中。搅拌一下，再来把宣纸放上去吸一下。拿出来放在白纸上晾干，这就是一张有色彩变化的漂亮作品了。除了亚克力颜料，我们也可以使用油画颜料。因为使用油画颜料，所以我们必须用松节油或去渍油来稀释一样，将想要的色彩调好倒入水中。
再将宣纸盖上，吸水中纹路，这就是一张抽象作品了。利用油水不相溶相克的道理，会很偶然自动性地产生意外的效果，这种方法是越干越漂亮的。这个方法是蛮能够很快快乐去做这样，那最重要是要各位朋友去实验真正去动手去做才有乐趣。就像说我们说水果再好吃，你自己亲自咬一口那种香脆那种感觉才能够口齿留香，光看可能还不够，所以喜欢就马上行动啊。好，这一步我们就介绍到此做个结束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挑选一张第一次水墨的作品，将它铺盖在油料上，再次吸取水中纹路，你看这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意外效果呢？这种浮墨法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很多的作品，再从中挑选比较美的部分，这里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巧妙戏法人人都会，但您是否能做出好的作品是必须还要有美的素养、艺术涵养及创作概念，才能有很正确的抉择出哪一部分才是您所想要的。